慈济潮道团队在核桃园区社教中心举办体验班课程，一开始要说的是佛法。布施呢，就是从你展布茶席的时候，就是一种布施，因为你的心情是想带给别人欢乐。静思茶道泡茶也静心，有学员特地开了一个半小时车前来，不虚此行。所以我们需要给自己生活添加一点不一样的心思，像这些很小的茶盘茶托和这些糕点，能够提醒我们生活是很美好的。回去之后您就会泡茶了。在南加州呈现，讲师们也分享静思茶道在生活中带来的改变，端出一杯好茶，人际关系也会跟着变好。也感觉到自己不仅是在练心，也是在养心。那从每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就是包括冲泡、分茶、奉茶到饮茶，这些最简单的事情里面呢，其实都有最深的法。轻轻的闭起。奥斯汀联络处去年社区茶道课程广受好评，今年再次受邀，还有五位外籍人士特地来参加。不会去想那么多东西，但是觉得这个包括 time， 包括 temperature， 包括 tea， 所有东西都等于是在一个很融合的情况之下，让你自己能够真的静下心来。以茶结好缘，喝到的会是回甘难忘的好滋味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之工，美国综合报道。